是彭尊，我有想要做这个角色，但是我觉得壮壮是更适合去当队长。我觉得静非常的适合，这搞得好像要选新的领队一样，我好紧张。静心，不管他的个人能力好不好，他愿意为队友牺牲，不顾一切保护队友。马上就有一个想法了，就是彭尊，我有想要做这个角色，但是我觉得壮壮是更适合去当队长。我觉得静非常的适合，这搞得好像要选新的领队一样，我好紧张。静心，我好等一下这一局。把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强项，女生不死，男生在外场进来的机会非常大。给外场的攻击机会，哇，小棒这球没有办法传不下来。前一周拿了三连胜，想要连胜的企图心其实很强。下扑扬，好，等一下这一球，全场单杀，单杀，正中红心，把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强项，女生不死，男生在外场进来的机会非常大。给了外场的攻击机会，哇，小棒这球没有办法传不下来。哇，这球，这球坏坏，对，林志宇上场，对，很大的功劳。洪轩打进去，洪轩，洪轩打进去，你会没力，打进去。这个状况哈，到下半场可能就会没有力气喽。黄队自己有了，尝试两分，有，现在是两块积分，吃一分哦。刚刚应该是踩线了，追是快点。黄宏轩哇，单挡之后出手，打。李辉煌抢到篮板，再交给黄宏轩，有有有。这一次回到了篮球手中，林嘉佑试图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时间球没有拿，打了过，走。过了过了过了，球权再次。洪轩，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到你。No， 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动你。没错。现在黄队换人哦。黄队再次做出了球权的替换。的球。哇，上来就见风了。有。现在黄队3-2，一分领先了。洪轩打进去，你不要投外线，你投不动的。你要把话听进去。哇，好手 play， 再来，准，快点射，进上，很大的空档，再来抢，好，一个 long rebound 吧，黄队抢到，好球，这个时候裁判吹出一个犯规，对，也换人了，对，还有可以，林嘉佑退场，要打进去制造犯规，因为投外线你们会推面包，不要投外线。上半场结束还有4分35秒，有了，有了，打进去，你要过他，传给队友，有了有了，差点晃过了对手的防守，漂亮啊，都会放松，有啊，好，要自己打上去，没有没有，哇，快起来，快，很好吃。德，你守好你的人就好，其他事你不要管。彭尊的球，有了，德篮板，有了，黄队守住。不要乱传，不要乱传，德篮进出来。黄队再次做出换球的替换，换上了林志宇。我跟你讲，绝对不能投外线，你一定要打进去。因为你投外线，你就只会面包而已。三分外线的出手，有了。命中林志宇的两分球，防守，好，这边要换人，这样有点勉强，漂亮，慢一点，准射，漂亮的假动作，有了，中距离结果短了，打进去，林辉煌要有人来帮他做一个挡拆，注意时间哦，对，注意进攻时间哦，剩下3秒，2秒，旁边的要提醒啊，不用太多担心。停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再讲话了。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们一定要把话听进去，不然你们打这场球，你们会打得很挣扎，会打得很痛苦。你们不要投外线，你们完全没有准，你们现在就是在乱打，就是一直靠着运球，然后又没有办法把球运好。不要投外线，打进去，他们才会犯规，然后多做一点废。这样懂吗？你们一定要去制造这个犯规来罚球，你们对你们比较简单。对，黄队有外线，加油上去，有了，一点，漂亮，出手两分，有。目前黄队是10-4领先。
比赛时间还剩下一分十二秒，对，黄宏轩投外线进球，篮板篮板进去自己，队友还没有跑出控台远了，没有没有，接接，黄宏轩投中，可以就出手，可以再来，黄宏轩上了上，耶，还一半的空档，漂亮，篮板，我也自己要捡到球，有了。有了，可是这个球没有进，差一点。在上半场打完，目前黄队是11-4啊，七分领先蓝队。所以在蓝队的部分，相信钱姐也有尽量的传授他们的走位啊，跑动能够找出空档。有这个后仰跳投弹了一下，结果又爬出来啊。洪尊。哎呦，要小心他的外线，今天蛮准的哦。秒数，秒数，外面交，这个空档出手哦。林志宇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林志宇今天的中距离其实还算不错哟。对，他目前个人已经拿下了6分了，是全场最高。上一颗，漂亮。他的地点有，下半场黄队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心声，漂亮，篮板球啊。洪尊，哇，倒在地上把球给抢回来，精神很好。韦泽来，左右换球运球，打板没有进。洪轩，你要打他，对。哇，这个出手手腕，他的手腕的动作非常好。黄洪轩得分，那个场地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左右两边没有变。好球，我是15×11。哇，这个球硬打打进了，很好。林辉煌继续守，有了有了，爬了3公分高，这个球也爬进，马上还原颜色了。13-6，篮板对领先外线。这个出手有。对。没有，哇！再试一个，你要换人手吗？不行，我换一分钟，等一下。可以，我来，我来。他们会挤 ，OK， 节奏不要让他们跟着走，不要乱跳，不要乱跳。球往里面杀，漂亮！这球爬出来，再接再守，就球踢到了防守篮板外线，马上出手，这个球短了没有进，抢到进攻篮板再起，加油！黄尊犯规。打板去，罚球进啦，11-13。洪尊外线出手，这个球没有进。哇，这边洪轩打进去，洪轩打进去，球，洪尊接球，空手接球之后，这个球进算 ，end one， 这球漂亮，防防防防防防，来讲是大补，对于蓝队来讲大伤啊，加罚也弹进，17-11了。黄轩的出手，漂亮！后仰式跳投，赶快收！黄轩外线出手，对，欢迎你上！精彩！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带一步篮板，篮板，今天没有进，有了！大空档，不要放掉！再抓到篮板，再交给黄轩。上双了，拿到了10分，全场最高了。这场比赛黄队最后是23-12，打败了蓝队，拿下了半场球赛最后的首胜。我都跟你说，我会从锅底变锅盖。